刚才突然后脑偏右的地方痛了两次痛了两次头顶上好像有根棒棒碰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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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外星人呐、啊、外星人外星人给我一个信息给我一个信息给我一个信息他知道我很快就要去东部了知道我很快又要去东部了，到了东部以后，让我到海边上去看一下，海边上看一下那个非法移民的船呢、啊，非法移民的船，在海上，然后呢，在那边呢，我就可以看到变形金刚，在守护在海边，那个变形金刚不一定眼睛，直接看得见啊，不一定眼睛直接看得见，但我能感受到，能感受到，那个气氛，变形金刚就在那边，海边上走着，走着。如果可能的话，如果到那个巴尔的摩那边去看一下啊，那边啊、非法移民很猖獗，非法移民很猖獗啊，有电影的，然后这次调一段以后啊，给他们自己也添了麻烦了，因为那非法移民太多了，生活需要物资啊，现在物资进不去。然后要清理的东西出不来啊、也把他们困在那边了，困在那边以后就很快就会暴露出更多的秘密来啊、更多的秘密来啊、应该来说这个桥一段以后啊、桥一段以后也是被变形金刚狠狠的踩雷，也是故意的啊、故意的踩了一个一个大瓜就会拔出来啊、一个大瓜就会拔出来了啊、万藏在里边的秘密谁也不会知道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哦，原来是，碰了我两下子，外星人用棒棒在我脑袋上碰了两下子，然后我啊、一痛，我想把手术上一件事情把它做完了再来过来，然后第二次痛了，这很痛啊，痛了我受不了，连忙过来啊、手术上事情放下了，连忙过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知道了，再见，再见。